TWICE 成员子瑜明天将喜迎23岁的生日，他在昨天的时候亲自到了台湾粉丝布置的生日应援咖啡厅拍照留念，网上也有一些粉丝也分享了去打工路上巧遇子瑜的情景，看到子瑜站在粉丝合资制作的横幅前面拍照，非常的感动。也有数名的粉丝在网上分享了巧遇子瑜的经历，有粉丝表示在应援咖啡厅见到本尊，亲眼看到子瑜真的很幸福。子瑜也很可爱的跟着展示的照片姿势拍了照片哦，每个展示的地方也用自己的手机拍下来咯。